怎么能慢，好渴望你的拥抱，习惯这样就算。哎，高高干嘛干嘛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干嘛干嘛？在凶什么啊？第一个呛什么？手段脚段天天来不腻呀、啊？好，就这样子，来，真是来到现在，你是哪里受伤？哪里？好，不是他。什么？报告。手段那么强啊！哎，你们几个天天来，来不腻啊？喂！不要过来！拜拜！笑场！怎么笑场？喂，马威啊，你这样唱的很没品哎！哎，没大没小哎，在后面叫你哥的名字，你看吧，这些燕桃。直接跟好一点，小说每天来。你看我拍，你看是不是我拍到一个我忘词忘很久？不是，我不会讲那个。fucking 你说小李，小李这场戏，小李怎么样？表演什么？不是，不是这场戏啊。哪这一场时间？哎，我觉得我觉得小李啊，就跟我一样啊，就是我们都越来越进步。一开始，毕竟也大家拍了大概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其实应该也就是都蛮熟悉，然后也都对于自己角色该做什么都蛮清楚。之前也有客串一部剧，然后那一次是珍珠奶茶，这一次咖啡。所以有没有就是各个剧组有没有就是要再泼我什么东西？欢迎尽管来。那我们要再泼一次，直接往我嘴里送。嗯，不要给我张开喝。嗯，那个你站泼他。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被泼的人。比较不怕，是泼的人那个人可能会比较紧张。然后我觉得，但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他直接是因为希望是往我的脸泼嘛，然后一泼就是啊，直接就是从我的鼻子灌进去，然后冲破了隐形眼镜，所以那可见那个力度真的很大。所以我是直接用鼻子、眼睛喝了一泼咖啡，甚至我的隐形眼镜也喝不到，可以用到。哈哈听到胃了。不是，你心在哪？心在哪？现在我在台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我跳，我才心跳哎。深呼吸吧。呼吸，吸气。好了，我们试一遍。没有心跳。来找地质上生物。这不可能呐、啊！痛都痛死了，还保护嘞？给，来把垃圾。我一张脸啊，然后逗你笑。没办法
管我只要看到小海，就莫名的想笑，你不觉得他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感吗？我刚刚对戏最害怕的就是笑场，截至目前为止还好盯得住。Come home, 我的 room。 你要讲一些单字的英文。我这是第一次来我的房间，其实小李房间还蛮干净的，比起林思雨的干净超多。我们还有那个哎，跟妈妈的合照。哎，那是我们十年前吗？对对对，高中的时候，其实跟现在也没有什么差别，现在起来是一样的年轻。很开发哎，哦，其实不少钱哦，不少钱了。而且我觉得我们美术组就是陈设也都非常的用心，然后让我们这边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家。好，真的要好好的赚钱养妈妈，养这个家了。先拍，就好像是对对拍拍他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对，很爽的。你们 LA 不是都这样打在？如果要这样做的话，再夸张一点。你们 LA 不是都这样打招呼的吗 ？Right, amen。这个太炫了。我们两个衣服。Hey man, yo。还有什么好吃？哈哈。Hey man, yo, Ajay in the house, Ajay. Let's do it, yeah. Come on, yeah. 反正这一段一定要有一个形象吧。关键。笑点低的，让他笑高。有啊，我笑点高。你自己说你笑点很低。没有啊，笑点。真的，那怎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样，3、2、1，走。Hey man！ 哎呦。Hey man！ Ride 碧国剑 ，Yo！ 啊，这家要还我。人家都没有在玩的啦。对对对对，这是我。好。好我。要进就不是才。哎。没破。哦，你。哎呀，就跟你讲说，哎，不要碰我，危险，很危险啊！好啦，其实今天这一场戏的重点呢，就是因为那个念轩啊，他长了一个痘痘。你看他现在都一直用这一脸在面向你们，你看那边，你除了听过壁咚之外，你还听过什么？脚咚，脚咚。来，为你示范一下什么叫脚咚，怎么咚？啊，你来这边拍，那你可以，让你有棍，让你一个回眸。哎，你假装看剧本，然后回眸。这有棍子。哦，好。好，数三。来，一二三。太远了，哎，小心点，墙被踹了。没有那么高，还小对，往里走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回旋脚蹬，脚蹬锁死。哇，心脏哎，太痛了。这屁股也痛。嘴咚怎么咚？嘴咚一定要，哈哈哈哈哈！嘴咚，你让观众感受一下嘴咚威力吧。嘴咚，我豆咚啊，豆咚哦，豆咚哦，豆咚，还有什么？齿咚，头咚，鼻咚，眼咚，咚不好玩了。观众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咚法可以？东风东写信进来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可以写在戏里面，搞不好可以用得上。